您现在收看的是假新闻电视台，我是你的主播吴秋风。没想到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合成方法，麦块玩家都震撼哦。那个，这个合成方法最近才被披露出来哦，利用活塞和岩浆块，可以把铁锭压成铁方块。金啊 gay， 我们马上来测试看看。听说压的方法非常简单哦，只要底下是岩浆块，在岩浆块的上面有活塞，然后让它这样子我压，就可以把金粒压成金锭，把金锭压成金方块啊，铁的也是一样啦，铁粒压成铁锭。铁锭压成铁方块，真的还假的？我们马上来测试看看，好不好？首先先测铁粒，我们丢了9个铁粒进去哈，来压，没有哦，我被骗了是不是？没有哦，再来一次看看，我压，有哎。这次就有，刚刚没有，是因为压的时候有可能乱飘，是不是？难怪这么少人知道。我拿一下那个玻璃阻挡一下好了。好了，秋风重新设计了一下哈，这样子就不可能跑出来了吧？我们从这边把东西丢进去，9个铁锭。合起来呀，噔噔，铁方块真的压出来了，来试看看9颗金粒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压哦。嘿咻，哇，合起来了，没想到麦块真的有不为人知的合成方法，太令人吃惊了！我们假新闻电视台独家为您报道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